近很火的草莓隐藏吃法，你吃过了吗？草莓洗净摆放盘中，均匀地淋上蜂蜜，静止半小时，然后放入冰箱冷冻三小时。冷冻后，草莓的口感变得冰爽又绵软，巨好吃。还可以放几颗在杯子里，加入你喜欢的碳酸饮料，越泡越好喝，赶紧试试吧。